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热爱电影的老条。本期带来一部都市白领变身禽类饲养员的故事。普波小伙年纪轻轻，爱好还挺特殊，最喜欢在家里养养小动物。他的老爸是一个探险家，整日在外探索未知的世界。父子两个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，平常只能通过电话来关心对方。时间久了之后，父子间的感情越来越淡了。在缺少父亲的陪伴下，普波长大成人，他成为了一名十分神经质的商人。普波的成就全凭一张嘴，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卖主的心意，投其所好的让他们心甘情愿卖出自己手上的房产。而他出色的表现也得到公司高层的赏识。他们给波普先生出了个难题，想要让他拿下绿地客栈的地产权。这些地产业大佬们最在乎的就是利益，他们不需要这种小酒馆的存在。普波为了成为公司的合伙人答应了这个提案。人一旦到中年，事情就比较多，不仅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，每天的勾心斗角也让他感到心累。晚上回到家，家庭关系也要好好维护。他的女儿正处于叛逆期，想法和行为有些另类，这不光要当爸，时不时还要当女儿的小棉袄，抽出时间听女儿的心声，耐心的指导教育。他告诉女儿，感情的事一定要慎重，不能随便当做儿戏一样玩耍。再者说了，没了男人你也要开心的生活呀，不能把异性太过于重视。这次的谈话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反而因为女儿的不理解，认为父亲说的不对，本来打算周末带女儿玩的事情也因此泡汤。周末不用带孩子的波普先生孤独到回到自己的公寓，偌大的公寓干净整齐，却没有一丝的生机。由于波普从小就缺少父亲的陪伴，也让他难以扮演好父亲这个角色，很多情感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。再一次传来父亲的消息，他却没有多年没有见的激动。父亲越是表达爱他，他越是不屑，十分机械式的听完了父亲的遗嘱。父亲留给他一份纪念品，这是父亲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。对于父亲要送什么，波普一点也不期待，像往常一样到点起床上班。早上波普收到父亲寄来的礼物，一直被冰冻的企鹅标本，他的心里更加鄙视老爸。他连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一味的塞给他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就在波普先生接了这个电话的功夫，冰冻企鹅复活了，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。他小心翼翼地抱起企鹅，欢迎这个新家庭成员。为了避免这个新来的成员水土不服，波普为他打造了一个与极地环境极相似的生活环境，填满冰块的鱼缸。忙完这一切，波普匆匆忙忙赶到绿地客栈。他的迟到让供货多时的范甘迪太太有些生气。范甘迪太太是这家餐厅的第三代继承人，这里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旅馆，更是家。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家人，他是不会卖掉自己家的，这和波普先生的观点截然不同。在他的潜意识里面没有家这个概念，别人问起有关父亲的事情，他的回答总是千篇一律，全部都是父亲做海员的种种光辉事迹。波普没有回答到范甘迪太太的心坎里，他的第一次谈判以失败告终。波普在外面工作，小企鹅在家也没有闲着，竟然能够轻松地打开水龙头，凉快地泡着澡游着泳。毫不知情的波普先生被冲到了楼下，他还是小看了企鹅的威力，差点被摔成半身不遂。忍无可忍的波普找来鸟类动物管理员，本想着自己糟糕的日子就此结束，没想到企鹅不在管理的动物名单上，他们没有办法将企鹅给带走。接着波普又找来鱼类野生动物管理局，给出的答案这应该归海洋管管，海洋局的人也不能接受这只企鹅。最后卫生局的人都来了，可他们只接受死掉的动物，这只小企鹅简直就要把波普逼疯了。送来的时候容易，送走的时候就难。南极距离这里有太远，苦日子啥时候能到头？被企鹅整得筋疲力尽的波普先生累倒在沙发上，现在的他想睡一个安稳觉都不行，一大早就被企鹅给吵醒了。这只企鹅比大公鸡打鸣还准，愤怒的波普将企鹅遗弃了。没有企鹅的世界是美好的，又可以神清气爽无忧无虑的去上班。刚出电梯门，波普先生的麻烦就来了，贴心的酒店前台把他的企鹅给找了回来。一开始波普还死不承认这是自己的宠物，直到前台拿出铁一般的事实，波普只好认怂。由于酒店不能养宠物，他还花费了巨资贿赂了酒店前台，为企鹅牵绊的他哪里也去不了。四目相对两生厌，谁又能想到他的后半生竟然被一只企鹅折腾得苦不堪言。而令波普先生更加崩溃的是，企鹅快递再次到来，现在家里不只有一只企鹅，而是六只。乱上加乱的是，女儿和儿子要来一起过生日。尽管波普是一个糟糕的父亲，但孩子们依旧希望能够和他度过美好的生日。对于生日礼物，儿子根本就没有什么期望，小企鹅的出现让他欣喜若狂。原本不想暴露的波普先生此时也瞒不住他养了六只企鹅的事实。企鹅的出现缓和了波普和孩子们之间紧张的关系，他不想让孩子们失望，硬是装出一份十分喜欢企鹅的样子。这些企鹅在波普家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一点都不绅士，随意进入他的房间，随意大小便，更有甚至者在冰箱里开始筑巢。为了孩子们，波普忍了。可不巧的是，一个自称是动物园的人来了，他想要带走这批企鹅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波普可不能让他现在把企鹅带走，几番说辞之后才将那个人赶走。
小儿子十分的聪明，第一时间就猜到波普想要把企鹅送走。他让波普保证他不会这么做，并要好好的照顾他们。既然答应了孩子们，就要做到。他也算彻底回归到自然，没日没夜的被企鹅的叫声所折磨。能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搂着六只企鹅一起睡觉。企鹅们来到新世界，对一切充满了好奇。他们很是喜欢看卓别林先生的电影。波波好像找到了摆脱麻烦的方法，终于可以轻轻松松的去上班。饲养这些企鹅可不容易，他在家里当起了宠物饲养员。还好是在冬天，保持低温并不是太难。因为企鹅的缘故，和儿子和女儿一起欢乐的时光更加多了。他们快乐的踢球、嬉闹、陪企鹅看电影，甚至得到了和孩子们独处几天的机会。为了能有条不紊的好好生活，波普还为企鹅请了保姆。也正是因为这个错误的判断，六只企鹅集体出逃，而参加晚宴的波普先生却全然不知。他们穿过街道，越过马路，循着波普的味道来找他。这些企鹅一个一个都成精了似的，对波普先生穷追不舍。终于在他们游过两层楼，纵身一跃跑到了波普先生前面。酒会被他们完全搞砸，波普生气地带着这六只企鹅回家。一事不顺，事事不顺，女儿那边再次出现了感情问题。神经大条的老父亲根本就不能理解女儿的小心思，他越是安慰女儿就越是生气，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劝解她。或许养企鹅比养女儿容易得多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，企鹅们竟然学会上厕所了，再也不会随地大小便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在一起散步做企鹅操，相处得越来越融洽。虽说波普不能完全理解女儿的小心思，但他可以完全顺着她，让她保持开心，为她挑选舞会穿的礼服，让她永远保持自信、大方、美丽。刚解决了女儿的问题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。小企鹅们下蛋了，新的生命将会诞生。因为这件事情让波普和阿曼达的关系更进一步，说不定还有复婚的可能。波普梳妆打扮了一番，去和阿曼达约会。无论波普几次来绿地餐厅，他都不愿意再坐到那个靠窗的位置，因为那是他儿时经常和父母一起坐的位置。只有那个时候他才能见到父亲，这是他最美好的回忆，同时也是最糟糕的回忆。他和阿曼达的约会十分的愉快，波普高兴地回到家，发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动物管理员。他指责波普不负责任的饲养企鹅的行为，这彻底惹怒了波普。这些小企鹅们也是意志不坚定的主，谁给他们鱼吃就和谁亲近，完全不顾往日的情分。波普也懒得和他们生气，去市场大量采购鲜鱼。为了留住这帮小家伙，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安逸，将自己的大套房改装成冰窖，地上铺满了雪。给波普使绊子的还有他不友好的邻居，他不喜欢企鹅，用手机拍下了波普的罪证。好在有小企鹅的帮忙，直接扔了他的手机。经过企鹅多日来的努力，小企鹅破壳而出，他们又多了两位新的家庭成员。波普将自己的家升级改造了一番，完全成为了冰雪世纪，和孩子们一起玩耍。波普沉浸在自己的快乐时光里，完全忘记了工作。公司高层对此十分生气，气冲冲地跑到波普的家里。他们可不在乎企鹅出生的瞬间，他们更在乎的是绿地客栈。但每一个生命对于波普来说都是很重要的，这些地产商完全不近人情，根本不在乎波普为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，他们只在乎眼前。没有利润的价值人会毫不犹豫地开除。为孵化这颗蛋，波普想尽了办法，可依旧等不来破壳。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，让动物管理局的人将企鹅带走，一切都重新回归平静。波普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上，他再次成为那个油腔滑调、冷酷无情的地产商，以雷霆手段说服了范甘迪太太。全家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的失望，可大家都不知道的是，他也爱那些小企鹅，也舍不得他们离开，只能在晚上独自一个人偷偷看小企鹅的照片。一天早上，他突然发现老爸留给他的信，信上说企鹅是一种神奇的物种，一旦对他们付出感情，他们也会倾情相待。正是这封信给了波普信心和力量，他改变了将绿地客栈拆掉的想法，并且勇敢地追回了妻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一起去了动物园，要将那些小可爱接回家。可动物园的人并不想给他们，甚至要把他们当作交换其他动物的筹码，这让波普十分的生气。好在企鹅发出叫声找到了他们，波普一家人展开一场企鹅大逃亡的运动。他伪装成检疫人员避开游客，又带着这八只企鹅穿过礼品店。可这八只中，当中有一个最爱掉队的，这只落下的小企鹅为了躲避追捕，从屋顶上一跃而下。好在他误打误撞地背上了滑翔器，成为了第一个能够飞的企鹅。他们成功逃离了恐怖的动物园，之后又冲进新闻发布会，阻止了范甘迪太太卖掉客栈的计划。他们都认同这家客栈承载重要的历史和回忆，更不能让他们的家人无家可归。原本计划一切顺利，动物园馆长又来搞事情，他叫来警察控诉波普先生限制了企鹅的自由，馆长更是再一次用美味的鱼肉吸引企鹅。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成功，小企鹅选择了波普，因为波普是真的爱他们，他们也爱波普。为了小企鹅，波普一家人踏上了南极之旅。在一个盛夏，企鹅和他们大家族团聚在一起，而波普一家也开心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电影到此告一段落，
本片是金凯瑞经典喜剧电影《波普先生的企鹅》，通过波普先生饲养企鹅的荒诞举动，让我明白了家人的重要性，爱能够治愈一切，给予你力量和自信，为你疗伤排压抑解困扰，这是一部十分治愈的电影。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。好了，本期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